战术团建你真的会玩吗？战术团建的特色是随机复活和投掷物刷新。今天不谈枪法，只聊意识，教你战术团建最正确的玩法思路。首先，和大部分团建一样，开局都是建议和队友一起走，毕竟人多力量大，就算敌人是大神也怕被围殴。之后到敌人可能出现的地点时，提前开镜打提前枪，浪费点子弹也无所谓，反正团建子弹多。提前枪不仅能更快地击杀敌人，也能压制敌人的走位，这里的敌人就被我提前枪打死了。还有，由于战术团建是随机复活，所以我们要熟悉地图，当被敌人击杀复活后，根据复活点来制定相应的战术。当确定了敌人的方位后，如果队友冲锋了，自己一定要跟着冲，不能卖队友。这里虽然队友被击杀了，但我也成功击杀了敌人。同样，敌人因为也是随机复活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身后。还有就是巧妙利用投掷物的效果，像震爆弹，现版本生效范围很大，只要第三人称能看到震爆弹爆炸，都会被闪到，所以可以用震爆弹来探路。这期就聊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见。